下我们要争相做最可爱的水果女孩，钟楚曦表示惊吓的复古胶片怎么都拍不够。她一连po了不少张照片在社交媒体上，从俏皮的花蝴蝶到复古名伶都被她演上了。但最让小编眼前一亮的还要数这条水果印花的茶歇裙，再配上竹编包和草编鞋，满满都是度假的氛围。那水果印花款式到底怎么选呢？来看看明星们引领的潮流吧。一、宋妍霏，樱桃是水果印花中出席率最高的元素之一。这条 Cat's Bed 樱桃印花粉裙子被时髦 icon 们撞衫撞不停，宋妍霏穿上它一改平时的酷帅潮范，演绎出夏日甜美度假风。二、吴昕，自欣姐踏上时髦进阶的道路，每一套 look 都在稳步进发，这波她也配合了同款的裙子，要将甜美风进行到底。三、向谢静，向谢静则是穿上了吊带款樱桃印花连衣裙，她决心要把这抹清凉的少女心吹进你的心窝中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